好，等我，你要吃吧，买晒吃吧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空档的价单，这个是现捞的，它就是。俊龙，老阿姨，伊都是吼，伊都是，甲迄个出门上，出门上班，这真的很老外。啊，你当然恁老爸有红烧嘛，袂歹吃啊，啊，佫有足济肉，来一百块。亚秀，石门很好，这个鱼现在基本休息了。还有人要吗？今天没有直播。这腰里边足少的，啊，等作息的呢。 真的都是现捞的哦，来这一百块，有人要吗？来右边妹妹了。牛腩哦，牛腩，最后搁一包好不好？是阿妹阿无？一包，电灯来这边一个真正电灯过车机吼，一吹了老大，无啊。来，我搁问一届，啊，那无我先甲收掉，过来换鲑鱼，过来换乌鱼羹，好不好？咱讲话算了，要不要买没关系，要算了。 很多客人在等，我们要算话，讲话算话，一百元，一百元，一百元，安尼啦，啊不，你咩来哦？来这等我一下，我们答应人家，咱答应人家要领鲑鱼，我说过了，讲话要算话，讲话要算话，我先卖一下鲑鱼，我先卖一下鲑鱼，牛奶一包哦，你等我一下，三十一大概一分钟，我这个先卖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 这鲑鱼有涨价，请你们比较一下。两百。我卖好哈济，这其他你不是，来两百。这鱼啊，我卖不，好啦，讲那些没有用啊，讲那些都是废话嘛，来两百。 你讲真正啦，这无开玩笑啦，我知啦，来两百。来两百，一个，两个，第三个，你要来？来，我一件，准备好啊。气皮较好嘞，查甫囝气皮足好个啦，来两百。真正拖咧后背面嘞，阿明，我帮我准备啦。真正拖咧后背面嘞，来，我一件来。来，我一件过来换啊，啊，这你跟你拄讲啥？ 牛腩，牛腩哦，OK，我调你，我随调你哦。这个我介绍，这是乌鱼羹，乌鱼羹，乌鱼羹，乌鱼的是迄，我话迄叫做乌鱼，靠，要只嘛乌鱼，反正乌鱼拢袂记得咩。乌鱼哦，乌鱼哦，一只乌鱼哦，一只，是尾哦，是尾乌鱼，一只羹尔，这乌鱼羹哦，我甲你讲，甲迄个乌鱼标啦，乌鱼子啦，拢共的，这拢足贵的，啊，这当然哦，用炒的，啊是炖的人用煮的，拢足好吃的，一斤几落百，这个乌鱼羹哦。 今仔只无大量，那较大量一撮啦，大一点点哦，一个要大概20块钱，这一斤五啦，百块银啦，讲那些废话啦。注意听哦，我们把话讲清楚，我们就讲只有讲一遍啦，因为不喜欢就拉倒了啦，一百，一个，两个，来加一个，倒平一个。这是要倒买这个羹啊？你一盘才大盘，一百块，这差不多一百了吧？应该就找得到了。一百块，这，一个，两个，第三个，无人爱，这乌鸡一百好不好？ 一盘里面我吞落去啦，真正呀！一盘用菜用钱的，外口你餐厅料理起来贵咖哩，一百。阿伯，这外口你刚才话贵，一盘一斤一斤几落百块，三百块你买倒转来呀？一盘一斤过一百块，一斤过一百，当钱的用菜，等我坐啦。来，方总，来，小姐你讲牛腩，牛腩先来。 牛腩先来，牛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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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牛腩哦，你有买过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跟你讲啦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的客人都没有买过。牛肉烩饭，这个牛肉烩饭没有错，这一包牛腩哦，它已经调理好了。回去的话，放在微波炉电锅烤箱，稍微加热一下，加热一下。伊这个牛腩跟我的卖的牛肉卤的无同款哦，这个牛肉卤汤是清的，这个汤是高的。 伊是咧搅拌的牛腩饭，搅拌的，不开玩笑，不啰嗦。来两百。Hello，我们可以。一百，买一包就好啦，食好嘛了无？完全对。牛腩，牛腩，做好食，一百元。一个，两个，第三个，无人爱，谢谢啦。你等我一下来，来这鱼，搁最后存几行名，来这脆皮虾，咱这虾，你问这个爱尔兰这。 爱尔兰是哦，白爱尔兰跟南爱尔兰，到安尼分，到有，我看到咧保单，到我差不多尔，咱两个镜头较差不多。
什么名啊？我讲北爱尔兰啊。嗯。英国的北爱尔兰，北爱尔兰干哪的人？卖讲哪的人啊？我讲北爱尔兰，你来干哪跳舞？不听无？三百，一包三百，一包三百，大姐，迄头度。一百九姐，这脆皮虾恁卷啦。我看出老大车才较悬尔，一百，这条脆皮虾卷好不好？煎一煎很好吃哦，虾卷100元，敢有人爱？嘛无人爱。来，我甲你问一下，来，大姐你爱啥？这哦。我甲你讲哦，这一只我卖50-60的，这只我送你，你注意听，爱下下下，袂下做你耍。我甲话讲清楚，这哦，大姐200元好不好？啊，200元。啊，点头好。这只规只都是用炒的，啊，这较大只哦，你搁去画一届，有下下下下，袂下做你耍。来，搁200元。200元，两，是对啊，对，这是要多买这个银角仔钱，这菜市啊，行起来真正较免100块。我最后再甲你问一届啦，这半人问人，无人买，我换这个5块啦，啊5块来，较吃的哦，卖有水啊啦，我讲，这只，就来这个刷鱼。鱿鱼啦。我跟你讲笑的啦，刘姨啦，笑，我知啦，哎呀，这句话是要讲给你笑的啦。我来讲帅，你讲我装笑的，笑的你黄皮皮。这个帅跟我想的那无同，啊，这个200块，这刘姨啦，这菜还真好吃的。北爱尔兰。北爱尔兰啦，嘿啦。北爱尔兰隶属英国。搁200，就敢那以前大家我炒白大尔，出来都无几个读册的。这个200好不好？够人来，等我一下，小妹你等我一下，我讲不是啦。来啦，我现在跟你问一下啦，这两包蚵仔啦，招一个人去，招一个人去啦，一人买一包，别讲买3包、5包的啦，但别安尼买无够啦，注意啊哦，蚵仔哦，寒人是足少的，水的哦，一包对。大刀过来，来这边来，买8只啦，买八只啦，这八只啦，八只啦，较大只，较，好啦，注意我听一下，搁一包蚵仔，这蚵仔水的哦，蚵仔再搁一包鱼。你安尼就对啦，鳄鱼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若要鳄鱼，我规落落去啊，五花啊，恁简单要食鳄鱼好无？鳄鱼便宜，便宜，便宜啊！这头水鳄鱼来，来，注意看，看，这蚵仔你看水无？这一包我赚无5块啦，100块。流量一直飙上来。100元，蚵仔，谢谢，来，我跟你问一下啦，拄则你讲啥？飞机员哦，敢有人要食5块的？过来飞机员来。这种糖色吼，这叫做迄个面包色啦。有人讲叫爱尔兰色啦，我印象当中也是安尼啦。我觉得好像那个手机 Google 查也对啦。来一包花枝丸哦，红钱的，不然换下加这个五谷鱼啦。你较紧的，袂较紧的，还有人咧等肉质啦。其他肉质咧大只都有影啦。对啊。100元的花枝丸。目前应该是。妹妹你要。快破40000点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一定卖哦，搁一包飞机丸，飞机丸无人爱，恁敢要食5块的？我问一下就好啦，有人要买，有人唔买啦。几个枣？即卖5块的菜市啊，卖我一只台70，两尾台140啦，台百三啦，我招一个人去啦，两尾哦，无台啦，80啦。来，看看，你爱啥？啊，地多会百五，当来百五，无你面来啥咧？啊，面结一个咯，看看哦，那面个包来了啊，那剩影也无啊。这两只5块啊，我搁问一届，有你听无？歪歪，你有看到歪无？这两尾五个搁偌济？80。我搁问一下，这5块啊，你歪，你若要有40，我搁吞倒要八地。来，这两尾五个搁80块，两尾啥物啊？来，我变一个。你买炖的，再甲做糖醋的，做个红烧的炖的用，看到没有？来，80块，赢落去啊！再做买再炖，今仔日快乐的心情好。你看卖啊，你看这外国有健康无？足健康的，你看卖，规只拢在活。买上班，买上班，我先叫人看者。来，这两尾搁80一句，两尾五块第二句。来，谢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先提一下上班哦，买买看一下，有买买无买买，这就会输。咱讲实在，安怎啦？阿伯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提这石板来看一下。啊，若无，我再提予你看好无？因为伊先问的，啊有买无买这就会输。这一只会使卖200，妹妹，我甲你讲真正，无买无要紧，不要勉强。这个叫做龙虎石斑，
一尾差不多斤三斤四，上下班产业办到你用的鱼啊，产业办到你用鱼啊，三百。是，两尾三百。几个？我这礼拜无法多替你寄。安那？我这礼拜做我有。没有。要杀的话贴三十。好。盖三百台。你们这么多？我不敢猜。我实在不爱跟你抬啦，我讲真正，我一条卖两百，我无讲笑，下早有抬啦。啊，真正是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尽量要卖较紧，卖较紧的。这个是龙虎石斑，菜市啊，人买一只绝对两三百块，两百几块，这石斑这不是石头。要不然，轻轻下次换穿。这拢规只拢烧烧烧，有足侪人家讲，哎呦，这石斑啊，安尼烧烧烧，石斑哩哦，一定爱买这个有烧的，搁三百块，三百块，我操你妈啦！那个上过，你等下去甲河山个，又来甲插落去。这是白鲳，像，只只白鲳要吃，去年那要吃白鲳就对了。上过你遐河山出来，买两百块，这白鲳正的哦。好啊。我讲真正来。你早晚想，我讲一句就一句，我无你讲啰，你啰嗦的，一盘两百。这白鲳你等下用吹，这一只外口你买一只，其实白鲳然后四十五十，这三只四只。五只两百以上，注意听哦。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，来这十八来，来200块白餐，这好食啦！我跟你讲，比我这你卖肉只那个俗啦，这等下肉只那大啦，这现在这肉只嘛足大只的，这一年卖无三遍这啦，四尾、五尾超过一斤啦，四尾还无够，五尾超过一斤重，白鲳无来哦，这白鲳过一届啊。这就无同个哦，这而且，哎，这搁两百块好无？这白白鲳搁200块，两百一句，200第二句，200细细无法侪句啦。我即摆乌白甲你问者啦，来，请问者，恁到要食一啊？这较期间较无同款嘞，乌鱼啦，要食乌鱼无？要食啥点菜？点食？要食啥？八只啦，啊，你要食啥？你食下恁一个要八只啦，啊，一个要虾仁来，啊，一个这个要鲈鱼。来，我讲袂送袂来，注意听啦，这先来。我讲一下，注意听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鲤鱼苗啊，大把钱啊，哇，嘿，好不？我拢照恁的意思啦，这鲤鱼先大只啦，这干的哟，这干的，这干的，这个干的，我先给你砍，给你掰开，来100块，这鲤鱼用长的用长的，伊在砍鸡都用短长的，来100块，行，来，这鲤鱼搁100块，这鲤鱼搁100块好不？青青菜菜啦，比较俗的啦，大大的给你啦，100元，拢总招一个哦，好，无人来。我人也不喜欢了。今天下次来到，那个半桶，再搁一百块好不？腰上30公分。搁一百，搁一百，够有人来，再搁一百，我看无啊。超级半呢，你看不出来这做重钱的呢，一百，谢谢啊吼。来，过来，你讲啥？肉质来听无？啊，是要啥飞机哦？像你像上毛肉质来。啊，原来这面包蟹给你啦，面包蟹个。无安尼啦，这两只先来啦，好不好？恁老师诶，我是要卖肉质个啦。啊，虾仁了，要虾仁了。这一只吼，内底规拢仁哦，八，我对咱讲过，这个面包蟹啦，另外一种名叫做。你要去帮伊解了。这规内底拢仁啦，八啦，我有300、500，无人买啦，200。200啦！包伊啊！你红的，好，卖房，其他房啊，啥物房啊，去其他房两手，啊，别话声，无人要收掉啊。怎么样？熟的，还是要再蒸过，慢者。够大哦，两只，有人来嘛？豆皮包两只，几只料？几只料？不差不。我今仔跟你讲，我实在是哦，你甲看卖咧啦，这好。什么物件？好啦哦，讲真的，啊，都安尼，都搁个蒸过，还搁个吹油烧，吹油烧，唔是吹油烧尔啦，搁百哦，
来试试来，那虾仁先来，换八七啦，虾，八七啦，先来哦。这八七啦，较贵，无买无买，无要紧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无买嘛无要紧。啊，我讲你听，因为你三点来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贵贵无贵，你看这八七有四吧？这一斤八七啦，两三百块嘞。我招一个人去，两百块。啊，过来换虾仁咯，一句对，那无换虾仁啦。这八七啦，大无够本钱啦。你唔知这个八七啦，我跟你卖卖偌济啦。我两百，这八戒你看这八戒有水吗？对，亲戚，你说你要杀工，你要，我两百，你要几只啊？什么？我朋友也要。这八戒的外加一只要五十块嘞，大只啊，这不是小只嘞，五百嘞，四个八戒的来个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来换黑人来，你换黑人的换黑人来，这黑人买者足济物件，我常常买。尽管哦，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的。来黑人要吃啦，两百块，这黑人买者各小家新的物件。所以我们就要九只杀工了。加两百。加个两百。够人哎，无，谢谢，好啦吼。我看你问者，我介绍一只新的海鱼啊，好不好？这只鱼最好吃。无，食这只好不好？礼拜五没开。无看到啊，讲无就无啊，这歹势。食这只，这只会使用蒸的，用炊的，拢袂歹吃。煮秋时汤，这是现捞啊，这叫做鸡鸭鱼。我讲真正，这鱼外口你卖拢算斤算两的，这鱼无俗，单价无俗。一百少钱？现捞的啦。这鱼你卖算两的，注意看一下哦，算到三无人买，我就收掉啊。那你看时间啦，这一只外口四五十块啦，三只一百行情啦，啊，这六只给你啦，来一百，现捞啊，来来来，这鸡仔鱼啦，这鸡仔黄尾鸡仔，这鱼有够水的啦，现捞的啦。南投这边招海鲜店，这三只，这鱼足水的咧，足高的啊，八九九九啊，五只，来六只来，来过一百块，鸡仔鱼，现捞的小呱呱，鸡仔鱼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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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人来。一百块拢从对头到尾一个尾，嗯，一个尾，真正好气的土匪，来来来来，过一下，我再给你问一下啦，我再给你问一下啦，你这台是先生小姐啦，到尾到尾这蛤蟆，这蛤蟆健康的啦，养生的啦，过了一礼拜，卖讲过一礼拜无过较合啦，过四五天啊，过三四天啊，无问题啦，乖哦，一百块。两个人两个人，嘿，你妈赶紧换，咱存几条啊？加加加加加，放在这边试试。这台蛤蟆一百无？无人来，一百第二个试试来，无遐济句来，无人买咱甲收掉。请问者，请问一下，您家先生小姐到底要食啥？帅鱼。今日点无我鱼的？哎，一百一百，哎，甲这无同，慢慢啊。等下者，阿叔。好呀，这情况要好记，真正，咱讲真正，这真正等真久啊，加两百块。这飞机你看偌水啦吼，两百块。你敢要搁食飞机？你敢要搁食飞机？我搁问下。这盘飞机搁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头前剩四个人家尔，有人要吃无？小姐要无？把骨拢买。我要吃啥？来，我讲一届，鲍鱼。青青，加入我这个 ID。大哥，我讲真正，我无讲生笑的，这无啰嗦的，两百块直接去给你。两百。我这个 Line 的 ID。现在啦，有这要要钱啦。讲我实在啦，讲清楚啦，两百块，我拿到我再跟你。头前够人咧看，无，拢无人咧看，真正咱无咧看，一个嘛无，一个无咧收起哦。Hello， 这个一个换面啊，两三百，全部哦，全部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三百块，三百块啦吼，又买贵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看人啦，嫌贵嫌贵啦，实在。各位随时可以加吗？我买你买买无啦，反正我。谢谢你问诶，一百多。一百条啦，一百条，一百只现捞来啊！煮秋时拢蛮好吃，来一百块。你要吃啥？点菜？你要吃蒜鱼无？要吃啥？大哥，三百一块钱，听我无？一百，接接。这啦，这现捞来，这我讲这现捞来来。
这哦，伊哦，伊出三百到处开。一百块。不要说港式沙公粉丝包啦。你讲要食啥？我讲了。姜片切一切，直接蒸掉就好了。小宝。吃原味，我觉得最好吃。这卖两百哦，这单价较贵，这正的，这即摆有钱无得买。咱讲实在，有无就会输来。一百，你看卖者，有人感觉真贵，我讲人感觉真贵，你徛咧看到。这算两道，小馆这正的，你等下用清蒸的，用炒的啦，冲泡的啦，欠汤者落去炒就好吃。来一百。一句，两句，第三句，哪有人来？我再问一下，这手工较水的小管，画面一斤两三百块都啦。小管正的，用吹用炒来。我再问一下，一百，啥物啊？来，再看一下。讲话算话，讲话不开玩笑啦吼。这时间无早，咱袂较紧的做正经啦。一百块，无人咧卖一百的啦。一百块买无三只啦，哎呀，买贵的要死啦。过一包小管收工啊，哪有人来？一盘小管过一包，哪有人来？最后过一步，哪有什么来？来头前大哥要来。这样有没有看到？谢谢。过一包，过一包，一盘小管过一包，哪有人来？无人来，来通走。来，我即摆甲你介绍者，一盘遐好吃。啊，这你若讲。你若无买无拍头，你相信我，你买一盘当去蒸看卖，绝对袂输拍头啊！讲说咧。好，这样有看到了吼、哦。这只，你相信我，啊一百尔，我一日发一千，我搁甲你讲一届，可能你唔捌，但是你相信我看卖，绝对无输拍头的百斤。这只鱼蒸起来吼，比秋刀鱼搁较嫩，这野生的这种海鱼，这只鱼叫做江苏，出偌济？无啊。我甲你讲吼，恁大家看者，有买无买，无买做做煞。这鱼啊，甲你讲第一点，伊无幼齿，啊，规尾拢白，啊，这吼无啥鱼鳞。你等下吼，头壳剁掉，头壳剁掉，头壳剁掉，等下都丢掉，安尼落去蒸就足好蒸了。吼，啊，你若无爱剁头嘛，无要紧，伊无鱼鳞啊，你规只落去蒸嘛，无要紧，白蒸蒸就好啊。啊，咱无啰嗦，来一百块，一个，两个。这你若要有二十一包，我甲你买百块，一杯，我甲你买三十。这个鱼外面买很贵哦，好吃的海鱼哦，拢无饲哦。来，我再问一下来，来，搁一百块，五尾一百，哪有人来？那个有刺吗？没有刺，就跟你讲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你等你干煎就好。这样，停影就照，好吧？马龙就以为一百。谢谢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这叫做虾皮啦，哎呀，那边，那一尾百块，够一百无？别那个真啦，大哥，来，真正这遐好吃啦，啊，最后搁一个鸡拄好啦，这五尾够一百块无？这遐好吃，一百块是要多买这个本菜鱼，才俗的，真的好吃的鱼，一百块。这个